在六号机并网到商运这段时间，顺利完成了相关启动试验，机组各项参数正常，状态良好。 核电联度发电量与同等规模燃煤电厂相比，将等效减少标煤消耗1400余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近4000万吨，相当于每年种植超过10.8万公顷绿色森林。二期工程五六号机组采用全面升级的核电技术。 实施了38项技术改进，具备三代核电主要技术特征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、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